各位法师，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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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奉上。咱这处佛印是第16处，第这几处是讲解《无量寿经》大意，以《无量寿经》五段核心的这个经文来作为解说，掌握《无量寿经》整个的大意。这五段核心的经文，第一就是如来出世本怀文，第二就是第18愿愿文，第三就是第18愿成就文，第四就是大经流通文，第五就是独流初经持文。这五段在顶一处是讲解到第四段，第四段也就是《大经流通文》，也叫做《弥勒复述文》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将这个念佛的法文复述弥勒菩萨，随将来龙华三会时阵，有缘继承释迦牟尼佛的本怀，来宣说阿弥陀佛救度的这个法文。这段文也叫做念佛利益之文。这段文总共呢36字，那是靠读头前佛告弥勒这四字，单就内容来讲呢，就是32字，每一字每一字，好亲像金玉珠宝，会使讲字字珠玑，句句宏光，非常美妙殊胜重要的一段经文，对咱念佛之人，对这段流通文乃当详细正确了解，内心得有无比的安慰，有无量的这个法乐。这段文啊，这段文唔知咱莲友有该背起来记起来无？不过勿紧，因为年岁若有，记忆力一定会衰退。未记一把劲，但是知影讲，诶，净土法门，就是阿弥陀佛，诶，大慈悲、大爱心，平等无条件，诶，这个救度的法门，是阿弥陀佛主动来甲咱要求、拜托，咱得啊，互伊救。阿弥陀佛来到咱的面头前，将咱抱入伊的怀抱中，咱也安尼了解。咱自然的跟阿弥陀佛亲，跟阿弥陀佛近，在心灵上心心相印，在距离上也是如影相随。这段文啊，请咱啊合掌共同来念一遍啊，对我念：佛告弥勒，佛告弥勒，其有德文。彼佛名号，欢喜踊跃，乃至一念，当地出人，为得大利，即是具足无上功德。请奉上。
佛告弥勒，岂有德文比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当知此人唯得大利，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这段文能顶一出佛意，以四大点来解说。第一大点就是解说伊的名称，第二大点是解说伊的大意，第三大点是以文字上来解说伊的意思，第四大点是显明这段文背后深广玄妙的这个意义。在这个显明深广微妙的意义呢，又搁以十点啊，十点来说明。为什么呢？佛法奥妙啊，所以讲一法有无量名，一名有无量义。何方讲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、不可思议的功德，连释迦牟尼佛都讲，伊日夜常说说法，经过一劫也无法度通好说尽。何方讲咱以这个文字就会当完全解说呢？是无可能。所以咱第四大点啊，显明伊背后深奥意义，又搁分为十点，十点来解说。第一就是来意，第二就是得好弥勒。头前这两点的顶一处已经解说完，今仔日继续解说初学第三点啊。第三点就是一念所至，一念就是这段流通文所讲的讲，其有的文必复明何。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，这个一念，一念所指的是得一个所在的一念呢，有两个所在啊，指两个所在。第一个所在就是第十八愿成就文所讲的讲，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这个一念。第十八愿成就文只是讲。信心欢喜乃至一念，至心回向愿生彼国，即得往生自不退转，并无讲以这个一念呢，有这个大利、大殊胜、超越的利益，也无讲有这个无上的这个功德啊，是到了无量寿经的这个背后，特别结束的以前，释迦牟尼佛特别做流通的时阵。才将这个一念的这个功德作为结论性的解说，解说讲第十八愿成就文的这个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念佛，是具有大利的功德。这个大利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呢？就是具足无上功德的意思。再来，这个一念。是指这个下辈的经文所讲的讲，乃至一念念以彼佛。无量寿经分为上下两卷，上卷主要是伫咧解说阿弥陀佛成佛的因甲成佛的这个果，下卷。主要是伫咧讲十方众生往生的因甲往生的果，下卷的头啊，得先解说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是念佛的往生极乐世界当下拢进入一生报处啊，这也就是第十八愿成就文所讲的讲，即得往生。自不退转，这个不退转，并不是通达法门讲啊，这个位不退、行不退，或者是念不退，这个三种，这个菩萨的不退转，
不是，是佛的不退转，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拢先进入一生报处，这就是不退转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然后呢，再个解说讲往生的根基啊，往生的根基当然众生无量，所以根基嘛是无量千差万别。在《观无量寿经》呢，归纳为九品；在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归纳为三倍。当然，九品三倍性质内容是同款的，归纳就是三倍，展开就是九品，实际个展开是八十一品，个展开就是无量品。现在呢，归纳为三倍。其中下辈的所在有讲讲，乃至一念念于彼佛，乃至一念念于彼佛，彼佛就是阿弥陀佛。因为这个三辈啊，根基各个不同，因此呢，伊所修的这个法也千差万别，但是三辈之中，拢得爱一向专念无量寿佛，安尼呢，才决定会当往生。尤其是伫下辈所在有讲讲，乃至一念念以彼佛，啊，以一念来显示阿弥陀佛强大的愿力，会当受这个下辈，下辈就是代表最低最低，啊，就讲。最愚痴，根基最低劣，甚至呢最恶、最深重，千佛不能救，万法不能修的众生，也当乃至一念，当下就脱离地界的火坑，出离六道的苦海，三界的火体直接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这就是显明。伊有这个大利无上的这个功德，但是下辈文虽然讲乃至一念念以彼佛，并无讲有大利的功德，有无上的功德。到了流通分啊，才讲这个乃至一念的念佛是具有大利功德，而且赞叹为具足无上。功德啊，所以流通文所讲的欢喜拥有乃至一念，在无量寿经之中是即即即两个所在的这个一念。当然，这个三倍，伊要搁有背后的这个深奥的这个道理，也不只是就文字上安尼来解说而已。这个合佛。看经、讲经、说法，当然首先得爱消文，就是解说纸面上文字的这个意思。但是那干那消文念念，安尼有当时啊会错解、会曲解，所以讲译文解义三世佛愿啊。因为伊甲一般的这个小说，一般世俗的册无同。因为佛经所讲的拢是宇宙人生的真理，是深奥秘妙不可思议的法。像这种的这个道理，这种的这个法，根本都唔是世间上的文字、世间上的这个道理所以当显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咱。愚痴罪恶误会的凡夫的这个业穷业所形成的这个恶毒恶事，啊，以咱凡夫有限的这个智慧啊，加言语思想，这边哪会当表达佛法、了解佛法呢？这是无可能的啊！所以，
看经、讲经，首先解说文字了后呢，由这个文字的意义，搁去了解文字背后的这个道理啊。所以看经爱呢彻底的啊，彻能讲彻底这个抓背啊，不是跟他地基平相之意啊。有关这个三辈彼此的关系，以及三辈甲念佛的关系啊，咱伫遮无时间通好解说。第四点，大理小理相对。伫这个流通文讲为得大理啊，为得大理，这个大是甲小互相对比的，大理啊。甲小理互相对待来讲诶，那是大理，就是无上的功德。所以讲，为得大理，即是具足无上功德。安尼念佛，乃至一念的念佛，是大理来讲呢，岂不是念佛以外，比较讲四十八大愿之中第十九愿啊？所讲的讲发菩提心，修出功德，以及他国家三辈文所讲的这个三辈众生，啊，就是这个无量根基的众生所修的其他的这个诸善万行啊，以往生净土来讲叫做十行，十行啊，以其他的法门来讲也叫做万行啊，这行呢？如果啊，那甲念佛来比较呢，安尼岂不是是小理啊，唔是大理？因为在《无量寿经》之中讲到往生的法门呢，是唯有第十九愿、啊、第十八愿、第十九愿、第二十愿以及三倍这个经文。但是到了无量寿经的背后，特别结束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结论啊，就是流通，是流通第十八愿的这个念佛，并无流通第十九愿或者二十愿，也无流通三辈所修的其他的这个十行，单单流通念佛，而且。赞叹这款的念佛，就是大理啊，就是大理，唔是小理。所以直接显出啊，显示除了念佛以外，所有的这个法门，所有的这个修行，对往生弥陀净土来讲呢，拢都是小理啊，拢唔是大理，唔是无上功德。这是第四点，大理小理相对。第五点，无相有相相对。无相的功德是甲有相的功德相对待来讲的。如果念佛是无相的功德，安尼岂不是第十九愿以及三辈文所讲的？发菩提心啊，修诸功德等等，自力的修行啊，而这个功德对往生极乐世界来讲呢，伊唔是有相的功德，啊，伊是有相的功德，唔是无相的功德。所以伫遮也显出，除了念佛以外，所有的法门甲修行，对往生弥陀净土来讲。也是小理有相的功德，不是大理无相的这个功德。无相就是讲无个比这个较悬啊，无上就是说没有比这个更高、更上、更超越了。不知其他的这个法门甲修行。对往生弥陀净土来讲，
是小利，不是大利，是有上功德，不是大利功德，就是平平念佛，其他的念佛也是小利有上功德，不是大利无上功德。其他要有什么款念佛呢？自古以来，就是将这个念佛、念佛分为四种，一种就是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，后叫做无相念佛啊。再来就是观相念佛，再来就是观相念佛，再来就是清明念佛。所以那是归纳起来呢，就是这四种。在这四种之中，这个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以及阿弥陀经所讲的这个念佛，主要是指清明念佛，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。迄只有人会疑问讲，一观经，观经真大片的这个经文，拢是伫咧解说十三种的这个观相啊，观相念佛。那讲观无量寿经是伫咧讲清明，无咧讲观相呢？其实观无量寿经头前一大篇的经文伫咧讲十三观，迄是比咧引导、引导其他修行的门。修所有法门的人啊，进入专清弥陀佛名啊，以这个方便关卡。所以，伊讲十三观唔是目的，是方便，是过程。伊的真实，伊的目的，就是清明念佛。这呢，伫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流通文，释迦牟尼佛。就非常清楚明白，无含糊，无模棱两可，就已经有表达这结论。那段经文来讲，佛告阿难：你何持是故？持是故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。所以最后的流通是持名的念佛，并不是十三观的这个观相。观相的这个念佛，所以这几种虽然拢就是念佛，但是呢，甲清明念佛比较，安尼呢是小利，唔是大利，是要个是有上功德，唔是无上功德。所以那是修下的这个法门，一款的修行。来这边回向往生弥陀净土，也就是极乐世界。安尼呢，都唔是大利，唔是无上功德，是属小利，是属有上功德。安尼个结果呢，都会伫即个品位阶级内底。啊，这当然包含其他种种的法门。只要呢，唔是讲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然后呢？上尽一世人，下至十声一声一念，专靠阿弥陀佛的愿力，的救度，的这个清明，安尼呢，都拢唔是大利无上功德。既然讲唔是大利无上功德，安尼就袂当往生到极乐无为涅槃的境界，就会当下呢暂时。在这个莲花内底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有伊的这个品位阶级的落入的这个品位阶级当中啊，这点呢是非常重要。但是道理呢也非常微细，那要详细研究是了解未来，那了解未来当然也相信未来，甲相信未来呢。安尼永远拢都是
打一个问号啊！啊，打一个问号，那遇到问题的时阵呢，都会互相冲突啊！各位朋友，安尼有了解不？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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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宏章，其实这个道理哈，不好了解，那不是专门研究，安尼呢的。是假了解，是假不了解。在这个模模糊糊的这个当中啊，尤其是咱无接触到这个善导大师的法门，以往20年前所听的呢，是传统性的这个解说。那传统性的这个解说呢，是有所缺陷的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善导大师这个法门无回归伫咱的这个本土，啊，就是讲中国大陆也好啦，还是台湾也好啦，还未回归，到较近20年才回归本土，才了解讲哦，原来啊，这个世界除了这个化身以外。也因为知识，所以伫这个台中啊，暂时伫这个莲花内底，啊是因为什么原因，才会有的往生当下化生，有的往生暂时伫莲花内底呢？伊个原因，就是伫咱的这个因，有这个因才有迄个果，是甚物款因，自然就有甚物款果。咱是靠咱自己自力，凡夫有劳有为所修行的因呢，迄则是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力，无为无劳，不可思议殊胜功德的这个因，就这两点的差别而已。啊，咱这个法门，咱直接所弘扬的，全称弥陀佛名。不是靠咱凡夫啊，凡夫有贪嗔痴、有为有劳的这个功夫功德，不是完全是靠阿弥陀佛。因为完全靠阿弥陀佛，当然往生当下就是莲花化生，就是进入一生报处。所以善导大师的解说，解说讲极乐无为。涅槃界啊，极乐世界是无为涅槃的境界。啊，咱要往生这个极乐无为涅槃的境界，要往生这款的这个果报的果报土，必须要爱有伊的正因，伊的正因呐，甲这个涅槃无相应，安尼就无法通进入涅槃的境界。特别甲涅槃相应的这句名号啊，这句名号。这句名号是阿弥陀佛的本体，这句名号也是极乐世界的这个本土。在佛的境界来讲呢，伊是统一的，伊时间统一，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；伊空间统一，无东西、南北、四维、上下；伊万物统一。这哪要以这个《华严经》？啊，《华严经》事事无碍的这个境界来讲呢，啊，就是以这个十篇文啊，十篇文解说的这个佛的境界事事无碍，就是讲时间平等、空间平等、万物平等，而且是一体性，互相呢融合。所以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本体，这句名号也是极乐世界本体。离开这句名号，咱要安那去念佛，要安那和阿弥陀佛求，都不可能。
咱伫遮，这个举办这个佛印啊，这个佛印呢，拢有这个播放伫这个电视啊第四台。今仔日呢，开始也有这个现场直播伫这个脸书啊，脸书上。那有方便听的人，无论是现场，或者是看电视，啊，或者是看 MOD， 那无方便看 MOD 呢？咱每一处的佛印，拢有做这个光碟片啊。而这个光碟片呢，拢伫咱这个总部，净土宗协会的总部，也就是台北的所在。我本身就是住伫台北总部的这个道场，伊这个道场的住址是伫这个台北市信义路五段150巷41弄22号，伊的电话是27580689啊，电话卡起伊就寄来啊。咱有出这个月刊、双月刊，双月刊的这个后边所在拢有详细。列出咱全省各分会各道场，啊，甲列出咱所做的这个净土宗宗师、因果宗师、甲随身师，以及其他各种讲经说法的这个台语、国语的这个光碟，以及其他这个结缘品。所以希望这个净土宗月刊，咱呢捌字的人，拢请倒转去看。会当了解咱这个教团的这个现状，而且这个月刊呢是真济重要的这个文章还未出册啊，拢会先放伫这个月刊。啊，当然，咱伫遮所讲的这个佛印的这个内容，若要较正确的掌握，安尼呢爱看这个文字，咱这个内容拢有。做成文字，啊，做成文字的时阵呢，拢会修正，就是讲，伫咧讲的当中，无可能会讲完全，拢会讲漏交，有当时会漏交，啊，有当时啊呢，无讲完整，所以在做成文字的时阵，会去补充，会去改修润啊，啊，这款的这个文字呢，也拢放伫咱这个净土宗网站，净土宗网站。像咱第14处的这个佛印的这个文字啊，伫这几处的净土祖宗网站，都拢有入去。所以咱若有时间呢，也希望看这个净土宗网站啊。当然，对咱年纪较有的这个年幼，只要转一点不就可就可以啊。啊，那是少年啊，有想要深入这个教理。希望一旦多多利用这个月刊以及净土宗网站啊，这是题外之话。第六，念念具足无上功德，啊，就是讲在这段流通经文之中，显明念佛一念一念，拢是具足。无上功德，净土宗有一位祖师，也是这个日本的开创净土宗、开创日本净土宗的这个祖师，800年前的一位高僧，叫做法然上人啊。伊对这段流通文有解说，伊对这个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会当得到。大利无上的功德，伊就安尼解说讲：基于一念为一无上，当知以十念为十无上。意思讲，既然一念念佛会当得到一个无上的功德，安尼呢，咱念十句佛，就会当得到十个无上的功德；念100句佛，就会当得到100。这个无上的功德，那是念1000、念1万，
安尼呢，颠转相续不断，将少至多，念佛行沙，岂不是无上功德？就是行沙，有行沙啊！这个无上功德呢，这个、意思就是显明，每一念每一念，念念当中，拢就是具足无上的这个功德。其实，敢若是无上，一个无上，甲十个无上，百个无上，千个无上，行沙无上，拢同款是无上。伊是无增加，也无减少的。要为什么法人上人会做这款的这个解说呢？主要就是伫要显明，一念既然佮是无相，安尼当然呢，念念也是无相，行沙的念佛，就行沙的无相功德。这就是鼓励咱爱将这个无相功德。爱的维持，卖好失德，这就好亲像讲，咱人活在这个世间，当然爱靠其他种种的条件，其中的一项条件就是爱靠呼吸空气。咱呼吸一口的这个空气，得当使咱当下来存活，所以每呼吸一口空气，拢就是使咱。念念存活，咱活的时阵，咱所呼吸的空气也无较低，也无较少。只要咱若是存在，咱就爱呼吸这个空气，使咱会当活命。安尼讲起来，这个空气对咱来讲呢，就是有无上的这个价值，因为关系到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存。呼吸一口的这个空气，就有一口的这个无上价值。安尼呼吸无量口的这个空气，岂不就是有无量的这个无上价值呢？所以念念有无上价值，念念使咱拢会当存活，是有一种的这个意思。第七，这段文就是显示爱的念念。不舍念念相续，在这个所在呢，释迦牟尼佛伊啊，伫背后都强调咱呢，爱得专修念佛啊，专一念佛，而且呢，得爱念念不舍。为什么？既然一念念佛之意，就已经有得到大义无上的功德，何况讲？念念不舍，相续不断的念佛，因此呢，咱就是爱念念念佛，念念不舍，相续不断，唔好忽然间来改停止，或者去修其他的法门，安尼呢，岂不是退转？安尼呢，岂不是失去掉这个大利无上功德？所以咱的这个祖师。善导大师就讲讲，咱念佛爱念念不舍，而且爱以净土为基。以净土为基，就是以往生极乐世界为基限。伫阿未往生极乐世界以前呢，咱拢心心念念，一佛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念念之中，拢有大利无上的这个功德之果。再来呢，第八，显明专念佛，就是专这个无量寿经，因为无量寿经有讲到这个三种的法门。哪三种的法门呢？譬如讲，在第十八愿就讲念佛，而且是专念佛啊。所以第十八愿呢，是专念佛往生的这个法门。再来，比如讲。第十九愿啊，或者第二十愿，都讲到修其他的这个法门来回向往生，这个属诸行往生的法门。要那是三八文呢，
除了讲修诸行以外，还有强调讲爱专念佛，一向专念无量寿佛。所以伫三辈文之中呢，除了讲到其他的法门以外，还有讲到念佛，安尼就是主其他的法门甲念佛参杂做伙。所以就是有这三种的这个法门，专念佛啊，以及其他诸行，以及诸行念佛杂做伙啊，就是这三种。因为无量寿经有讲到这三种的这个法门，所以看到无量寿经的这个行者呢，伊心中就有丢毒不管，安尼到底爱专修叨一种法门，就有丢毒不管。可是到了流通分这段经文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就好亲像画龙点睛啊，画龙点睛，标记出唯有专一念佛，专一念佛，正是往生的正因啊，往生的正因，也正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源啊，本源。好亲像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解说阿弥陀佛的本源，记得讲讲，其佛本源力，闻名欲往生，解释得彼国，住地不退转。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誓愿的功德力，伫倒位？伫这句名号。就伊来讲的这句名号，就咱来讲，就是念这句名号。灵数灵念数念，拢无离开这句名号。佛甲众生拢无离开这句名号。所以念佛第十八愿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。这伫释迦牟尼佛的清楚明白已经讲出来，而且也是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的这个本怀啊，本怀，好亲像这个这段流通文。本来《无量寿经》已经讲完啦，特别结束啦，特别结束的进程，释迦牟尼佛特别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来提醒弥勒菩萨，爱将这个念佛流传下去，因为念佛是具足着大利无上功德，是往生的正因，不得往生啊。所以这段文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怀。由这段文来看呢，单单流通念佛、基础念佛，岂不是下掉了其他两个法门啊？就是诸行的法门，以及助念佛的法门。助念佛就是三辈文所讲的，除了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以外，佮修其他的法来解补助啊，叫做助念佛。所以伫这段流通文就写了诸行往生的法，以及助念佛的这个法。单单记出清明念佛，这个清明念佛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清明的这个念佛。再来，这呢也就是讲这个啊第十九愿啊，第十九愿所讲的啊，发菩提心也好啦，修诸功德也好啦，乃至讲三辈往生文所讲的这个。发菩提心，搁修其他的法门啦。因为《地无量寿经》有讲到这款的这个法门，所以大家心中就丢毒不管，唔知到底要修到一个法门，才会当决定往生啊，决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发菩提心也好，修诸功德也好，修下来的当然是好，啊，那修未来的呢？而且大多数拢就是修未来的啊，所以到了流通分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
才讲出讲这个乃至一念、乃至百念、千念、专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的这个本身，就是大力功德，就是无上功德，就决定往生。因为有看到释迦牟尼最后这个流通文了后，咱才会当百分之百的这个安心，百分之百的这个肯定。出后才能专念弥陀名号，知影讲专念弥陀名号，才是唯一会当呢百分之一百决定往生的这个法，伊是具足大利无上的这个功德。所以这段文的这个背后啊，无形中是写了其他法门的这个回向。不过，这并不是讲其他的这个法啊，比如讲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啊，拢爱下调唔好做，唔是这一款的意思。咱这段流通文所讲的，是对往生的正因来讲的，是对念佛的功德来讲的啊，所以这鲜明，鲜明。伊的这个单独性、超越性，凡是要百分之百决定会当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，一定爱呢专念阿弥陀佛，专靠阿弥陀佛。数十方众生，无甲一个会留到去，十方众生拢总决定会当离开三界火体、六道苦海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超越轮回。成佛度众生，是就这个往生、往生的正因、往生的立场来讲，并不是讲咱人这个肉体要存在这个世间，必须要过家庭的这个生活、社会的生活、家庭惯俗的这个关系、人群的这个交际。原则爱修着这个本分，尤其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一个学佛的人，伊这个三业起心动念的这个心业，言语的这个口业，行为的这个心业，拢都是爱端正，啊，做会到的，都爱去做。这呢，等下会去解说啊，啊不会误会。这是第八点，第九点，积少功德啊，也就是讲积出一点有大利无上的功德，来譬如着道念更加有决定的功德，更加会当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因为乃至一念，乃至十念，都会当往生，何况讲道念呢？一日的念佛来当往生，何况讲七日呢？七日的念佛来当往生，何况讲一月？一月的念佛来当往生，何况讲一年？一年的念佛来当往生，何况讲咱一世人的念佛，哪会袂当往生呢？所以，伫这个经文中，啊，祖师的解说内底，往往拢用这个乃至一念、乃至十念决定往生。来显明咱现在的莲友更加百分之一百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乃至一念也好，乃至十念也好，伊就是包含临平，包含临平，临就是临终的时刻，平就是平生的阶段，伊是包含性的，并不是讲。乃至一念是干那一念念念，并不是有包含性，包含长，包含短，包含多，包含少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呢直接就讲到这啊。现在呢，咱要起立踏步念佛啊。为什么要踏步念佛呢？因为咱呢有静坐念佛。有这个开始，也要困惑啊，焦惑。
但是咱的这个场所真小，啊人呢满满，无当咱困惑，只好就是原地念佛。要原地念佛，你无可能徛咧拢无叮当，啊，所以就踏步，啊，搁兼这个拍手，而且踏步拍手，一方面对咱身体有健康，一方面呢会当表达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讲。拥有欢喜乃至一念的念佛，什么叫做拥有？咱现在呢，就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来拥有念佛，请起立。各位法师。各位莲友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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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放掌。有关这段念佛流通文，伊个深意，伊十点解说已经解说九点，最后第十点就是显明爱深信不谤，就是深信佛所讲的这段文，无产生怀疑。甚至来诽谤，啊，就是讲《无量寿经》这段流通文，而这个本愿清明念佛是大利，是无上功德。虽然伊的方法真正容易，功德真正广大，无论什么人听到。伊就会欢喜踊跃，无因为伊遐尼啊简单，咱就怀疑。咱反倒转来呢，就应该爱深信，不怀疑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功德如果若愈大，啊，咱呢愈来该相信，安尼岂不是咱信心的功德就愈大？咱得如有这个福报，如有这个功德。啊，如果伊个功德真大，啊，但是呢，咱煞来甲伊怀疑，甚至甲伊诽谤，无迄件代志，这是佛的这个方便，安尼无相信诽谤，岂不是疑心的罪，得更加深重呢？啊，就是讲。内容的功德观，你愈信，安尼你信心的功德，就好亲像水涨船高的愈悬。啊，如果拿来解怀疑去食诽谤，安尼岂不是罪业的愈大，唔是一般的这个罪业？所以这段文要显明掉，希望咱众生。爱的深心相信，唔好怀疑。这个信的功德，甲疑的这个罪过，拢随着所信、所怀疑的对象，都有这个悬甲低的这个差别。譬如讲，五戒啊，受五戒的，当出去做人。实现地当升天，这种的道理啊，道理，咱若相信，咱有功德无？都有真大的功德。但是，我家也好，实现也好，要搁在六道轮回之中，你就是去相信，去修持，圆满，也无离开三界。何况讲，要我家具足，要实现圆满。熟难行道啊！但是念佛，
念佛伊真轻盈，念佛会当脱离三界六道，往生成佛。虽然轻盈，但是功德真大。啊，咱若甲伊相信呢，岂不是咱这个信心的功德，比信五界十善的功德搁较大？啊，是有这款的这个含义。这段文的这个玄机啊，这个解说有就文义上来解说，有就玄机上来解说。玄机就是玄妙深奥的道理，就玄机来解说，用这十点呢是有所不足的啊，因为伊的这个道理真深广，尤其是这段文内底呢，有一句讲：“当地出人啊，不可弥勒，具有德文，必有名号，欢喜拥有那几点。当地出人，为得大利，继续不相功德啊。”其中两句：“不可弥勒”啊，加“当地出人”，这两句，这八字，原在有伊背后的意思。这个佛格弥勒啊，这伫顶一处讲啊，要当地出人，伫这十点无得入去，所以最后呢，有缘爱补充，这个人念佛的人是会得到大利无上功德无唔对，为什么顶管加两字当地？这个当地往往拢就是大事重要，所以特别提醒。怕对方呢疏忽无注意，所以特别用当地两字啊。所以当地咱看文字是两字而已，但是爱知影释迦牟尼佛的心情，伊的用意，就是爱提醒，就是特别提醒，提醒咱的听众啊，听众爱知影，知影什么？知影讲一念念佛。对，但得到大利无上功德，何况讲得爱专一念佛，爱念念不舍。所以呢，特别啊用这个当地两字啊。所以这个经文文文句句拢有特别的这个含义啊，咱未使轻易，也未使疏忽。有关。乃至一念，就这么大的这个功德。我来讲一件故事，来作为这个证明。在这个民国一百年，啊，就是差不多六年前，的这个清明节，民国一百年的清明节，真多远路的这个亲友，拢会到顿来故乡来扫墓。那个时阵呢，咱台南有一个乡亲啊，伊是伫台中咧做事业，啊清明节迄天，伊开车载着伊的这个囝，伊干阿这个囝娘娘，当时14岁啊，伊就开车载这个囝，伊是女将啊，女将。因为伊故乡伫台南，伊要转来台南扫墓，也伊迄早起开车出发，是开3号国道啊，南二高，开啊开啊，因为是清明节，所以车呢真济，虽然真济，但是阁袂塞车啊，也伊开的速度。是开100公里，伊开的这个路线是开伫中央迄条线，啊，爱开的速度是100公里，头前后车，后壁摇车，所以车呢是真接真接，但是并无塞车。开啊开，开到大概要往民间交流道迄个路段。伊正手边迄条线，有一台车突然间呢切入伊这条线，
要开在伊个头前，伊即个提防不及，忽然间呢心中一个紧张，从啊向倒手柄转，啊向左转，啊但是力量过猛，像力量伤大，煞准啊结果呢转一个。不但是180度，而且是是365度，360度。啊，就是讲，本来伊的车是向南，结果转一个，伊的车煞向北。啊，向北，伊后壁有一台卡车，这台卡车，迄个时阵安那呢，就特别弄落去啊。啊，伊惊一个阵啊，大声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伊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阵，伊的车原在还搁在洗，总共洗几人呢？洗三人，洗三人。为什么伊知影洗三人呢？因为伊第一人就看到这台卡车，洗第二人也看到这台卡车，洗第三人也看到伊后壁这台卡车。伊第一次洗一人的时阵。伊惊一个，向阳念一句阿弥陀佛。迄个时阵，伊就感觉讲，后壁的车拢总停掉咧，拢总停掉咧。因为伊的车，迄种的这个洗得真正猛，还搁伫遐咧洗，都要洗三日。三日洗完，才正确伫即原在第一以中迄条路，才继续前进。三人洗完继续前进的时阵，后壁的车在迄个时阵呢，也继续做伙啊向前进。在伊洗三人的当中，所有的车动啊，好亲像互人命令停掉了啊，停掉了。咱要想看卖咧，如果后壁的车若无停掉咧，弄落的时阵会产生什么现象呢？会真悲惨、真混乱的这个连环车祸，连环车祸。那因本身呢，伊载伊个后生，也有可能伊个后生生命也会失去，啊，也会失去。伊就是当下忽然间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所有的车高速公路的车，伊感觉拢停掉了。等候伊洗三轮继续开的时阵。阿大的车呢，才跟随继续开。伊迄个时阵吼，伊讲惊一个，脚手拢软去啊，全身躯拢无得通去开车，到家无偌久，惊魂甫定，就是讲伊惊吓的心，小可平静的时阵，伊就知影开始念佛，就开始一句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。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伊不但离开惊吓，而且有一种真安心的感觉，心顺啊定落来，顺啊安稳落来，一点啊都袂惊吓啦。而且伊讲吼，一撮路开车，好亲像毋是伊在开的。是有人在改开，所以呢，真稳啊，真稳啊，一点啊都无惊吓。安尼，就一直开，开到这个东山交流道，伊才入去东山服务站，伊才入去东山服务站休息，啊，才卡电话，通知伊这个亲，伊的兄哥啊，因为伊的兄哥也住伫台南。各位莲友，伊迄个时阵的念佛啊，念佛是安那念呢？事后伊后生就甲讲讲，妈妈妈妈，你迄个时阵唔是念佛，你的心是化佛啊，化佛。那一般人哈，有咧紧急的时阵，拢会讲安尼话啊。因为伊是学佛的人，所以伊就突然间念一句阿弥陀佛。因为伊家伊个先生伫阿未结婚、初初交往的时阵，
就互相相招去道场听经闻法，去共修啊。只是讲，因毋是专修念佛。虽然知影讲也有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有极乐世界，但是对这个念佛有甚物款的这个功德是不解了解，而且呢也是半信半疑啊，半信半疑。到到迄个时阵，念佛化解掉这个生死之厄啊，生死之厄的时阵呢，伊才知影讲，才相信啦，深信不疑讲，确实有阿弥陀佛，确实念佛有功德，迄就是伊亲身的这个体验啊。各位莲友，咱在念佛，拢有伫咧强调讲。爱恭敬，爱至诚，爱恳切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伫遮咧念佛，爱讲欢喜踊跃的念佛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莲友，伊当时念佛的心境、心境是甚么款？是恭敬、至诚、恳切，还是欢喜踊跃？拢唔是。虽然唔是伊的念佛。是规身心的生命细胞拢在念佛，伊迄一句的念佛，是伊真心、真诚、真情的念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根本都无想讲会有即种的即个遭遇的即种的即个车祸啊，所以首先嘛无想讲。我这个时阵准备好好势，到时呢，才大声来念佛，拢无迄种的这个预感，所以迄个时阵临时遇到凶险紧急，伊是不假思索、不假思索，按对这个内心啊，专心心生命，变出一句阿弥陀佛，因为迄种的场面，伊知影讲这弄落去。不只因伊无惊当下失命，而且会发生连环车祸，唔知要害死偌济人啊！所以在不知不觉、不假思索、第六意识无作用啊，按对这个第八意识冲出一句阿弥陀佛，伊是这款的这个心境啊。咱人。讲话也好，做代志也好，拢爱经过这个头脑，啊，就是第六意识。凡事若无第六意识，等于就是拢无意义。好亲像啊，师叔大学所讲的，讲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识而不知其味，因为已经失去迄个神经知觉啊。所以人就是有第六意识，伊才有作用。那么第六意识很像植物人，同款，伊第六意识的器官、头脑已经歹去，失去作用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伊念佛，唔是像咱安尼，第六意识啊来欢喜、来踊跃、来哪好像像安尼跳舞迄一般，吼、哦，真心欢喜来念佛，并唔是。迄个时阵不假思索，好像像无我迄一般，未记着家己。突然间按住内心冲出一句阿弥陀佛，所以讲这念佛吼，唔是嘴念的，啊，当然有迄个体验，知影讲念佛唔是嘴念的，伊是专心苦的念佛啊。这就好亲像圣德大师讲的讲，南无者即是归命，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是甚么意思啊？是归命，归就是归道。命就是生命，将咱的这个宝贵的身心生命毫无保留，完全投入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依靠阿弥陀佛的这个福德，投入阿弥陀佛的怀抱之中啊！所以，以种的这个心境、心情，就是顶礼圣德大师所讲的啊，就是南无，就是归命的意思，归命。那么就是是归命啊！啊，哪里讲起来，
敢会使讲，伊款的心境的念佛，才是念佛，其他的念佛拢毋是念佛，这并毋是安尼。只要那是信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啊，功德拢是同款的。所以讲，乃至一念，乃至十念、百念，乃至拥有的念佛，乃至恭敬至诚、恳切的念佛，乃至不假思索的念佛，功德拢是同款的。只有是语言不同，语言不同，因为这个环境无同，所以表现呢就无同。比较讲，伊伫迄个时阵的念佛，一句的念佛是拼命出来，是不假思索。但是叫伊现在，佮伊恢复当时的心境来念佛，这有可能无？已经无可能，伊无迄种的环境啊。同款，咱注意莲友今仔日直接参加佛七，直接欢喜踊跃念佛啊，念个真起劲，全身心细胞拢伫咧欢喜念佛。但是你若等于处理，佮你一个人的时阵，有这种心境无？就无啊，哈。即个讲念佛的道理是同款的，功德也是同款的啊。啊，念佛呢，既然佮是功德同款，得随着伊的即个根基、伊的即个环境啊，去一向专念佛就可以啊。当然，有一种的即个体会、一种的体验，安尼是真好。好亲像就是如众啊，就是如众的讲讲，伊以前对佛菩萨的这个感应功德，伊是半信半疑。啊，那到现在呢，伊是深信不疑。怎样讲？念佛的人，阿弥陀佛拢甲伊做伙，就是到生命的这个关头，临命终的时阵，也是无半点的这个惊吓。这就是伊有这款的这个。体验过去，但是咱无可能故意去求一种的体验，安尼故意求未来啊，好像普门品所讲的讲，念观世音菩萨的人，哎，伫即个火中未予火烧，伫即个水中未予水淹掉，安尼咱敢会使用试验性的讲，安尼好，观世音菩萨，我来念你啊。啊！我来这个打这个火内底，还是我来跳入水中？你是不是会当花无受火烧，无受酒水淹呢？哎，无可能诶，无可能！因为你用地来意识，用试验的心，迄个时阵你嘛知影讲迄是试验，唔是无悟性来讲，按对内心念出来。所以这个境界无同，地书心境无同。但是不管什么境界、什么心境，只要咱专一念佛，啊，虔诚念佛、信心念佛，这个道理拢相同的。因为其实阿弥陀佛并无甲一时一刻有离开着咱。为什么阿弥陀佛是佛？佛是法身。伊伫发性之中，发性，那有甚物大小，那有甚物远甲近，而即个距离呢，根本都无。所以讲，一个人，伊想讲要离开阿弥陀佛，离开较远来，迄根本都无可能，离袂开啊。只是讲伊无念佛，得加佛，无感应得高，伊若一旦灰心念佛。当下的教佛感应得高，教佛一切不离。有关这个一念啊，咱就解说到这。有这段弥勒菩萨的附属文，也是这个大久流通文，也是念佛流通文，也是念佛。利益的这个文啊，咱就知影讲，这个无量寿经，甲这个观无量寿经，这两部经的这个开典的模式，
方式方法过程几乎是同款的。为什么呢？观无量寿经为着要引导其他法门的这个根性的行者修行人啊，为着要引导伊来转一点佛，所以修仙呢，就讲到这个三福，然后呢，再讲到十三种的这个入定的这个观想啊，最后呢，再以这个九品来做这个结束。所以以整个观无量寿经来讲呢，表面上就是在讲这个三十三种定定的这个观想，以及三福九品的内容。但是虽然讲到这呢，这个法门，不过到家最后流通的时阵，释迦牟尼佛就完全舍弃掉十三种的这个定观。这个修法、修行方法，以及三福九品的这个功德，就拢下去这种的这个法门功德，单单基础念佛、流通念佛这个法门。所以，伫《观经》最后流通文，释迦牟尼佛伊安那讲呢？伊讲，若念佛者。当地出人，即是人中分得离花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，当作道场，成诸佛家。佛告阿难：你好持是故，持是故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。若念佛者，当知此人。则是人中分陀利花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圣友，当作道场，生诸佛家。佛告阿难：汝好持是语，持是语者，岂是持无量寿佛名？所以《观无量寿经》到着这个流通分的所在呢，是流通七名啊，七名，就是最后这段。佛告阿难：你好持是故，持是故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，是持无量寿佛名的持名，并不是观无量寿佛像的这个观想。所以是流通持名，不是流通观佛，也不是流通三福九品啊，尤其是。在这段佛告阿难：你好持是故，持是故者，即是持无量寿佛名。为着要交代阿难尊者流通持名念佛的意境，首先呢，就打基础，打什么基础呢？打这个念佛啊，有大利无上功德的基础。所以就讲，若念佛者当地出现，即是心中分得离花。如果若是念佛，安尼阿难尊者，你爱知影，爱知影这个人呢，已经唔是普通的人啊，已经就是人中的分得离花。所以这段文啊，甲这个无量寿经的流通文，文字甲意思差不多拢相同。无量寿经的流通文讲。既有得闻比丘也好，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安尼就是伫咧讲念佛啦，啊，要当地出人，啊，为得大利，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甲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讲的讲，若念佛者当地出人，即是人中分得离花，岂不是意思拢同款？念佛的人爱知影哦，这个人已经就是人中分得离花。这个人中分得离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中的佛，啊，人中的佛，为什么呢？
这个人就是人道，人道就是六道其中的一道。这个人就是凡夫，还有善，还有恶，是这个五道恶世的这个人道的这个见道、烦恼道、命道啊，的这个五道的这个凡夫。但呢，伊已经唔是凡夫啊，伊是分道理化，分道理化。是伫个形容佛，佛就是人道理化。也现在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流通文的所在，释迦牟尼佛的对念佛的人啊，就念佛者，对这个欢喜拥有乃至一念，对这个信心欢喜乃至一念的念佛人，就讲讲当地出人，即是人中分道理化。这个人。不是普通的人，看起来伊甲其他的人拢同款，安尼同款呢，也阁有烦恼贪嗔痴，无比人较少，妄想执念也无比人较少，甚至行为也无比人较好。但是因为伊是念佛人，所以呢，伊已经唔是凡夫，伊是分道理化。伊名是叫做凡夫，伊的这个肉体是凡夫相。但是伊有一天，那是生命一个到，下去到生命的时阵，伊的本体就显现了。本体是甚物本体？分道理化的功德，就到极乐世界去成佛，就下去了这个三毒贪嗔痴烦恼的这个业障之心，就去极乐世界成佛。为甚物？因为伊念佛有佛的功德，有佛的护持。我佛的立处不详，所以这段经文讲，就念佛者当地出人，就是人中分道理化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。各位莲友，咱的朋友甲咱赞叹，赞叹讲，哎，你是一个好人，啊，你足有度量啊，咱有欢喜无？当然啊，人家咱赞叹，咱会欢喜啊！哦，啊，但是平平凡夫赞叹无什么积德。如果那是国王甲咱赞叹，咱有更加欢喜无？有啊！啊，但是国王要阁是凡夫。如果那阿罗汉甲咱赞叹，咱有欢喜无？更加欢喜。要那菩萨甲咱赞叹呢，要阁更加欢喜。现在。不是阿罗汉赞叹，也不是菩萨赞叹，是甚么人赞叹？是佛，佛给咱赞叹，给咱阿，给咱赞叹，给咱阿乐，给咱波，不讲哎呀，无米人啊！因为你念佛，所以呢，你已经是人中分道理化，已经不是生死轮回凡夫，你是未来佛啊！你下了这个世间的业报身。就会往生成佛，这是佛给咱赞叹。佛给咱赞叹，才是真正的价值。佛的赞叹也是真正的赞叹。为什么？世间虚假，唯佛是真，只有佛的境界才是真。所以佛心中所流露的，拢都是真理，啊，拢都是真理，啊，真理的语言。因为是人中分道理化，所以进一步才讲讲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块顶格的菩萨，就是你的朋友啊。这个朋友已经是超越到顶格菩萨是念佛的人，而这个朋友啊，一定将来成佛，会去极乐世界。所以讲，同说道场，道场就是成佛的意思。成诸佛家，极乐世界就是十方诸佛之家。因为往生极乐世界，也同时往生的十方世界。当然啦，那以佛的境界、真如的境界，那有什么虚空大小、万金的这个差别呢？啊，不过就凡夫来讲，佛不得不安呢来给咱。说明，因为
佛无定法可以说，无固定的法，同佮讲，只是就这个根基啊。那以这个哲学上来讲，就是这个形而上。以形而上来讲呢，并无时间，并无空间，甚至也无物质，无种种的差别，是拢平等，拢一体。啊，这种平等一体是佛的境界，佛的境界就是极乐的境界，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。能到极乐世界，自然就会证悟的这款的这个境界。因为安尼，这个善导大师解说这个分道理花啊，逐念不假，这是人中分道理花的以五种美好殊胜的称赞来说明。伊讲逐念不假，这是人中好人，人中妙好人，人中上上人，人中稀有人。人中最圣人，伊第一句讲，那是念佛，安尼这个人呢，就是好人。各位朋友，咱是毋是好人？咱自己吼，问咱的内心，咱敢是好人？咱足惭愧的，咱毋是好人啊！咱会使讲，善加讲讲，无立锥之地啊！啊，那咱来讲呢？无旁通啊弄啊，检讨自己真惭愧，无旁通啊弄。啊，只不过因为咱念佛念念，佛得称赞，讲咱是分得礼花。啊，祖师就甲咱学了讲，安尼咱已经是好人啊，毋是歹人。而且这种的好呢，是不可思议的好，所以讲叫做妙好人。不只是妙好人，就像上上人啊，超越世间所有人之上。这地球上有72个人口啊，已经超过了。啊，咱呢，咱的身份资格超越71人口所有的人啊。而且这种人是稀有人，真少。释迦牟尼佛讲。轮回的众生好亲像大地，解脱的众生好亲像指甲、指甲顶端的这个菩萨分遐尼少，所以念佛往生成佛真容易，啊，但是呢真歹相信，得输念佛的人少，所以咱就是少数中稀有的人，而且是最幸运。最殊胜、最超越的人，地无量寿经甲咱阿罗讲，为得大利，即是具足无上功德。地观无量寿经讲，咱是分得利花，是最圣人啊。这拢就是伫咧讲念佛的功德利益，啊，由即几段文来做比较、来对照，就知影讲无量寿经甲观无量寿经。所说法的过程、开展的模式是拢同款的，所以善导大师啊，善导大师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《观无量寿经》所讲的这个流传文呢，善导大师的解说，解说讲：常来随说，定善两文之一，望佛本愿，意在众生，一向专称弥陀佛名。上来虽说定善两门之意，忘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。所以这段解说以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流传文，会使讲不只是《无量寿经》以及《观无量寿经》的这个结论，嘛是净土三经的结论。阿嘛会使讲，就是整个佛法三宗十二部经的这个结论。为什么呢？
佛伊为甚物要出现世间？佛为甚物要辛苦讲经四十年，说法四百多回？为甚物？无非就是要使众生知影讲有善恶报应，有三世因果，有六道轮回。而且呢，一切众生拢有佛性，拢会当脱出六道轮回，拢会当成佛。要要成佛，上简单，功德上高，一切众生同生，会当成就一世，会当圆满的法，就是念佛的法门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，无非就是要讲这点。无非就是要使众生解脱轮回，使一切众生成佛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的这个流通文，《观无量寿经》的这个流通文，以及善导大师解说的经文，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这个结论。佛教的结论，所以佛教就是在讲慈悲的宗教，佛教也是在讲救度的宗教，佛教也是在讲人人拢会当成佛的宗教。啊，这个佛的慈悲显现在倒位呢？显现在阿弥陀佛的救度。阿弥陀佛，若要当甲咱救，安尼就无佛教的慈悲啊。佛教的慈悲显现伫倒位？显现伫一切众生拢会当属于往生极乐世界成佛，安尼才是佛教的慈悲。安那无佛教就无慈悲，也无智慧。咱个想讲，甚物叫做慈悲？慈悲就是救苦救难，最苦就是轮回之苦，最大的灾难就是轮回灾难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就简短来讲啊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有伫咧讲其他的这个行，但是伊的目的是伫咧讲爱的专念阿弥陀的名号，所以按对观无量寿经来看无量寿经，按对无量寿经来看观无量寿经，或者按对这两部经的这个流通文互相来对照，就会知影讲这两部经最后拢是完全舍弃其他的法门的这个回向，唯一流通念佛的法门，并且赞叹念佛就是大利无上功德，赞叹念佛就是分得利花。所以就知道这两部经虽然有在说其他的法，但是以阿弥陀佛的本愿力、本愿来看，释迦牟尼佛讲这两部经，目的就是要希望咱众生拢会当一向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无因为讲《无量寿经》有讲到第十九愿、第二十愿以及三倍，也《观无量寿经》也有讲到十三种的这个定观。以及其他的这个三福九品，安尼呢，咱得去依家的这个功德来回向，并无安尼。咱虽然随自己的本分去做这个功德，但是咱内心知影，咱所修这个功德是怕的，不是实的。要回向往生涅槃境界的极乐世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因果无相应，不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。
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，拢是伫即句佛号，完全伫即句佛号。只要念即句佛号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，就完全具足，无所缺少。所以由这两部经的这个结论啊，就显然会当怎样？净土宗啊的这个结论，净土宗的这个宗旨，就是信受阿弥陀佛的本愿，专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目的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所以这个祖师贤德大师都有一段文啊，伫咧宣扬念佛甲其他的这个法门，的这个比较的这个差别。贤德大师讲讲，众生随名是善，就必念佛者专为比较也。众生就是三界六道万行。三界六道万行，拢都是善根，拢都是功德。修五界，会当出去做人；修十善，会当出去做天。这个三合界定慧圆满，会当出离三界；六道圆满，会当成佛成菩萨，拢有真大的功德、善根。但是，若教念佛来这比较呢，善德大师讲专为比较呀，完全无法度人去比较，啊，完全无人去比较啊。善德大师佫讲讲，念佛三昧，功能超绝，实非十善，得为比类。意思来讲，咱念念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本身都有三昧的这个功德，三昧就是定慧的意思，定慧根定啊，定慧根定，这就是菩萨以上的境界。咱念佛的自然、自然都有迄款的这个功德伫内底，所以讲念佛三昧功能超绝，念佛本身就是三昧，伊的功德。伊个功用是超越性的，是绝对性的，是非十善得为比类，毋是其他诶即个诸善万行会当相比。念佛三昧功能超绝，是非杂善得为比类。众行虽名是善，若比念佛者，全非比较也。这几段法句拢非常好，咱一个看到，一个听到，一个思维，拢会使咱起大安慰、大欢喜啊！各位莲友是毋是啊？